哇，好香啊！这是披萨店，太好了，接下来吃披萨去喽！哇，细菌小子，红精灵，你来吃披萨哦！嗨，乐迪，今天我请客哦。哇，这里的披萨味道好极了，嘿嘿嘿。哦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你们太客气了。哎，乐迪，欢迎光临。红豆面包超人，你们这儿的披萨都是什么口味的？让我给你介绍介绍。这个是蜜瓜超人。红豆面包超人，哈哈，就是我了。红精灵，细菌小子，粉妹妹，共有五种口味哦。乐迪喜欢哪一个呢？我想要一个细菌小子。还有粉妹妹，乐迪，披萨要烤一烤才好吃哦。好的，吐司面包超人，哈哈，如果要我送外卖，请随时呼叫哦，滴滴。哇，披萨店还有音乐呢。烤披萨喽！哇，这个烤炉好大，好酷啊！我们开始烤这个细菌小子披萨，放进烤炉里，按下去。哇，熟了，好香啊！接下来，我们把烤好的披萨放进这个盒子里。这样很方便携带哦，再把它装进这个塑料袋里，再烤一个粉妹妹披萨哦，按下去。哇，好香，出来啦！天哪，好神奇，披萨不见了，竟然变成了玩具。小朋友们，快来看看这些都是什么好玩的呢？哦，天啊，好可怕！这是一个女生僵尸，夜光僵尸，能拼装的僵尸哦，要关上灯才更好玩。糟糕，快看，僵尸来了！接下来我们玩手指滑板，哇！上面的图案好可怕，好像是骷髅、怪兽。小朋友们会玩滑板车吗？它有助于我们锻炼身体哦。哇，速度好快，好好玩。这个呢是熨斗，粉色的熨斗，好可爱啊。熨斗是用来烫衣服的，小朋友们家里有吗？我们打开它。哇，里面好好玩啊，有灯光，还有很多泡沫在滚动。关上开关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啦，记得关注我哦。拜拜。